香港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回馈？本来觉得台湾挺好，被他讲的好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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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看得起，那我的自尊心何在？我的信心就沦丧。我当然说我是最好的，但是他也不错，是。以前有一种说法是说，成品只是咖啡色的金石堂。金石堂是台湾另外一个连锁书店嘛，那它是就是橘子色，黄色的，然后成品是咖啡色的。那成品是一直强调它很有文化。所以它里面的书柜都是原木的。其实在香港一般出版商还挺恨成品的，因为他不太买香港的书，然后也不打折，所以大家都去成品看好了，然后到旁边去买。台湾也很多人这样。所以成品就靠另外一个，因为他有很多人，他都在想那个，他就是另外一种媒体力量，他就卖商品，对，或者广告，或者什么的机会。我旁边的卖场，他看我旁边的卖场。来，今嘛在问成品，伊讲吼，你讲一个哦，对台湾来讲，你还愈无希望。啥物啊？台湾做不起吧？台湾很有希望啊！台湾现在是亚洲最有希望的国家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这么混乱，就像台湾这种植物多样性一样，在东北亚跟东南亚中间。对，因为香港，我们今天就想说，为什么香港人会那么热衷要参加金甘蔗影展？而且香港表现得很杰出。你知道，要参加金甘蔗展，其实门槛蛮高的。我们所有的参展团队里面选出20组，香港哦，25队报名，所有的器材、脚本、分镜、演员都要是后制剪辑都要先找好。那你想，香港人来参加成本有多高？他们有十几组，而且之前还在抢滩，所以你看十几个人飞过来，然后到一个陌生的林边，去那边住七天，然后七天要剪完一个片子这样，对，所以他们的体力啊，跟那个成本其实都很高的。但对不起，只有台湾办得出金甘蔗影展，就像只有台湾拍得出郊游一样，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对世界文化最伟大的贡献。日本办不到，中国也办不到，新加坡办不到，台湾可以。台湾可以让我在这边讲话，而且我其实不怕他放上网络这样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会很怕我。那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既然都是政治结构，那文化怎么参与政治，或者你接下来的路？啊，来给各位。你要出来选嘛？我要选总统啊！因为我们姓蒋的，就是在台湾就当总统的意思。我有分析过这个历史呢。对，那个清代第一任那个知府叫蒋玉英呢，对不对？后来有个叫那个蒋什么的，后来有叫蒋女勋的，还有一个叫做蒋什么的，三代那个府城的知府都姓蒋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说清代有三个蒋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只有两奖而已，还缺一个奖。我想说，那应该是我吧。没有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政治、社会跟文化当然是不一样的工作领域的。就我们也认识很多，我们后来朋友去从政的，当然我们对他失望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失望比较多，因为我觉得大家位置的情境不一样，就换了位置，本来脑袋就要换一下，对。我今天凯这边随便讲话，第一个我不怕网络公开，但是我如果当行政院长，我讲话就比较客气一点嘛，因为背后很多利害关系，就会牵动嘛，或者说有人刻意要隐身什么样子嘛。但我觉得做文化工作有个好处，就是说，第一个你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包袱的，对，然后你也比较容易青春，因为你经常还吃不饱这样子。我看到我的同学啊，我40几岁了，我的同学。他们很多都是秃头的、啊，肚子很大的这样子的，我就很庆幸说我没有跟他一样这样子。有一个多月前吧，我在屏东有一个人叫我这样子，我一个大学女同学这样子，他看到我就很兴奋这样，他叫我这样子，我差点不认得他。他其实我真的不太记得他是谁，但我知道他是我同学这样。
那我就觉得说，他怎么那么像欧巴桑这样子？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二十几岁而已这样子，就我自己觉得的那种对生命的看法这样子的，就是说你有一个某种想象或热情在维持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啊，啊我觉得这是做所谓的这个文化工作，我觉得最大的。再来就是说，你也没有去著作文念嘛，比如说你去台塑啊，或者去台糖啊，你搞他们也搞得很大声这样子。那你要想办法可以存活下去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你还是要发展出某种专长，比如说我儿子今天要读大学，然后有一次他在那个我们堂堂说他就没有在做工作，在跟小朋友那边管一样，我妈是个工人这样子，我妈就跟我儿子讲说，你不好好读书，儿子爸出一个娶好女的让吃饭，这是我的专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你不，他我妈告诫我儿子说要好好读书，像他爸爸一样，可以靠一张嘴巴吃饭这样子。对，那当然这是我妈的理解嘛。我很难说服说我妈，其实你这样理解可能是有错的这样子。一般我讲的都是有道理的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台湾要有更多的人相信台湾这块土地的能量。我以前在大学教书，我已经五年没有在大学教书了。我要问那些学生，你们毕业之后要做什么？大概有八成的学生会说读研究所一样。我说为什么要读研究所？他说这样出去找工作薪水比较高这样子。我说你看我们教育多失败啊！我以前在讲，他说你去路边啊，哦、你看到 BMW 跟 Benz 的，把他拦下来，问他说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八成是高中以下的开便利跟便当。对，所以你说读书要赚钱，这是绝对的错误，这样子一点科学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一点科学都没有。对，我们谈科学民主，如果从那个当然从五四运动以来谈科学民主，我们读书读到大家都很不科学，对不对？读书是为了赚钱，读书是绝对赚不了钱的，读书是为了赚钱是功利主义。那你是为了赚钱？你如果没有那个材料，你就赶快去看要去混江湖还是怎样？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一个市议员啊。有一天早上，他们家保全坏掉了，然后就找一个人来修理保全。那个保全就长得跟他差不多，就年轻帅帅，二十几岁这样子。然后就很客气这样啊，不好意思，怎样怎样。然后他们办公室主任他走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我要是像他长得那么年轻力壮哦，我宁愿去做流氓，也不要做保全了，太没有成就感了。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好有道理啊！你年轻那么深的生命，我们居然八成想考公务人员，你不觉得他妈无聊到死了吗？但年轻人会觉醒的，因为现实会逼他们觉醒，因为你考不上公务人员。所以你赶快觉醒，赶快好，赶快投入社会，赶快觉醒。真的，你考不上公务人员的，考上要怎样？是只等。那些长官讲什么都是你在搭讪，你去接触工人，看他们过什么生活，你再决定你要过这种日子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说，我们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志气。余文，对，我遇到很多那种还在学校教书的，最有礼貌的都是中国来的，要不然就是马来西亚的。台湾的学生就在我们这二十年自由民主开放富裕的结果之下，变得非常的没有企图心，然后不认真，大学随便考都考得上。想说我只是去读一下而已，对。那读书都在干嘛？读私立学校都是那种成绩不好、家境不好的，所以每年都去打工。你要赚钱，你现在就可以赚钱，那他文凭一点用都没有，你都在保障老师的就业机会而已。对，所以你如果问我，比如说我儿子，我跟你讲，你考不上传统的大学，你要去读书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去读的，浪费生命、浪费金钱，然后要消磨你的斗志。我说你只有两条路，第一个你考上好的大学。然后是你想读的，对，要不然你看要去哪一个国家，你就出去这样子，对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读什么，很多那种立德啊，进入立德，你是立德啦，哈，那个台湾首府大学啦，然后什么和春技术学院啊，哈，对，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觉得读书应该是讲很八股的，大学之道在明明的，谈的就是思想跟哲学嘛。大的学院谈的是价值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以前我们中文读的是小学嘛，小学是什么？文字训诂，
生运学，这叫小学，叫枝微末节，叫小学。大学是哲学问题，但我们台湾的哲学系是最没有人想要读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们哲学系是最不自由、最发达，哲学应该是最基础的，小朋友从小就应该理解哲学，做智慧，那智慧是很多元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所有的学习都一样，都是进取诸辟呀，然后由近而远。所以以前人就讲，多事草木鸟虫之名，学之始也。对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就是不认识。你学搞工，你进到树下；你学搞工，到草花底下；你学搞工，隔壁条溪仔捞一回。今天在座有谁敢举手说我都知道的？没有嘛？对，我们女儿她读书的时候，她参加社团，她参加土地关怀社的，然后他们老师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可不可以随口讲出十种台湾的原生植物啊？”他一口气就讲了十几二十种。那老师讲啊：“你爸爸是农业专家吗？”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尝试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理解应该是我们的尝试。我那天看到什么？台南在抢救那个兵工学校那个老树，莲雾树要被砍掉，因为我们说那个东西是不值钱的树，这样子。然后他举个案例说，新加坡有个判例，有人砍的树这样子，法官判他重刑。他说树是新加坡存在的沉默证人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凭什么做这块土地的主人？对不起，我们没有资格。你连你自己的土地都不认识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他妈，你说你多伟大，骗笑啊！你连谦卑都不够资格啊！你连谦卑都不知道怎么谦卑啊！我们连这块土地都不认识啊！你隔壁那条河叫什么？往哪里流？你都不知道、啊。旁边野草什么季节变什么颜色？我们也没有知觉，我们没有感官，没有知觉。我们就是到学校去，然后把它长大这样子。我第一次遇到香港团队的时候，他们几个女生来，那我说：“哎，来台湾怎么样？”因为我们都是冬天办嘛。他说：“来台湾太好了，都看到整片天，我们香港的天气都灰蒙蒙的。”同样是28度，这里感觉好舒服。对，我们台湾，我觉得它是充满希望的。对，啊，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实在对我们太好了。我们不像香港那么挤，我们城市很丰富的城市文化，即使在现代化很多压迫啦、啊、殖民啊、全球经济体系啊，你看我们还是保有这样的山林。我们的贪婪已经做那么多了，我们这块土地还给我们这么多了，啊，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说这是我们的根本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在这边。那我觉得我们新的一代很有希望，就是说我们总有一天会面对现实的，懂我意思吗？那台湾这块土地还会包容我们这样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写一个动画的脚本，我听得很感动，这样子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有两艘大船。然后是要捕鲸这样子，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厮杀这样子，然后那个鲸鱼就因为已经受伤就沉下去这样子，然后大风浪就来，所以两艘船的人就是都掉到海里面去了，就那只鲸鱼受伤的鲸鱼就决定说他决定要上去救这些人这样子，所以他就上去就翻了一个身，然后这些人就爬上这个岛。然后他爱他的那只鲸鱼就在下面一直等待着他，他觉得说他不要做这件事情。然后他翻身的时候，那个岛就长出树木来，那个岛就是台湾这样。他觉得台湾这块土地对我们实在太好了。对，他重点是说他下面有一只鲸鱼一直在守护着他。对，他觉得我觉得这个童话的隐喻很像，或是动画的构想很像台湾岛。那我们台湾移民的人来，你有没有想过说中国历史号称有5000年，然后？当初他叫做移收或巴拉巴拉都没有关系，他其实最早就到澎湖而已啊，元朝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到这400-500年，明明那么近，他们为什么不来到台湾？台湾是个原住民的天堂，台湾还南岛语系的发源地，南岛语系有4个语系，台湾还存留3种，对，为什么台湾那么特别？为什么500年之后才进入这种文明系统里面去？对，那这500年虽然我们很多苦难，老实讲，台湾的苦难没有很特别啊。相较于世界，人家犹太人用屠杀啦，非洲人他妈提这黑奴啊，
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战国时期这样打来坑杀，杀来杀去啊。台湾每一个人类的历史当然都是血泪的历史啊，但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很幸运的地方嘛，对。然后它融合了很多不一样文化，甚至我觉得台湾一开始其实就要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台湾，不管史前的南岛无命，或近代的台湾越上世界史，绝对不是中国，是荷兰人跟西班牙跟葡萄牙人的，对。所以台湾一开始就是欧亚史，就是世界史。那美国也曾经想要买台湾，后来因为南北战争所以才没有买成，对。所以台湾其实是世界史，把台湾当成中国的地方史，对不起，是完全错误的，对。这是最重要的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是台湾的基本圣旨，对。台湾的基本圣旨就是说回去想办法认识50种植物这样子。台湾这种丰富的岛屿，我记得那个子教堂啊，廖家长跟我讲过一句话这样子。他有一次载一个德国的朋友，然后要去指教他。那到半途的时候，那个德国的朋友就跟他说：“你们台湾好富有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在讲什么？刚经过都是铁皮，不然就残破了房子。台湾哪里富有这样子？”他从机场到平地，从平地到山，他至少发现出台湾1000多种植物。他说：“你们台湾实在太富有了。你如果去过欧洲就知道了。”他们怎么照顾自己的植物园的？妈，光秃秃一片。有一次我去德国，他们有个植物园，对不起，全部都是大学生哦。然后他们从阿尔卑斯山找到这种植物，很细心的把它放在一个山丘里面去培养，这样子。所有大学生平常是在认识自己的国家、跟自己的土地、跟自己的历史，然后去照顾自己的植物。所有的志工全部都是大学生，男大学生创下，去卡拉 OK 打工、麦当劳、泡沫红茶、7-Eleven 啊，谁造成的？对不起，威权体制造成的。我们都还没有解放开来，你看人家大学生在做什么？照顾自己的家园啊。但德国人很麻烦，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太真。傍晚去公园，我在中抽，所有人都在慢跑，妈超健康的，健康的就是太过，像日本太干净的样子，还在。然后我们去跟日本人合作，我们就说啊怎样就怎样，他们就说不行怎样，啊结果还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日本人其实很佩服台湾的应变能力。因为我们台湾不能不应变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说我们的法令是外来，我们交通规划、都市设计什么都是外来的。那发展出台湾很强的生命力这样子。有一次，你知道从我家啊要去台场，基本上很麻烦，要经过省道，对，然后经过纵贯线铁路这样子。那因为我的儿子女儿从小就在我常常在桥头糖厂办活动这样，我女儿国小2年级，她可以骑着她的小脚踏车。然后自己到糖厂，我那时候就顿悟了，台湾实在太了不起了。国小2年级耶，他要经过多少大马路，然后国小二年级骑着一个小小的脚踏车这样子，是很危险的。台湾的社会环境、交通环境是很危险的，大家相信吗？你如果做妈妈，大家不太敢让小朋友自己出去这样子，对。但是我爸做爸爸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样子。哦，我说我们的应变能力是这样被练出来的。对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守法，什么时候该守法，什么时候不该守法。我是说真的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守法，什么不该，我们很会判断这件事情啊。做个放来把鞋给个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红绿灯，你停着，人家会觉得你是白痴，因为那红绿灯设计根本不合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这边有谁没有闯过红绿灯的？我们不会像香港人那么遵守法律，因为所有的法律就是说，因为我遵守法律，所以。人家觉得对我有利这样子，我这个东西我顿悟是在什么时候？我是去德国开车啊，啊德国开车高速公路没有速限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去的时候租车的时候，默默心里取下来的志愿，我一定要开超过200一样。但我只租得起那个雷诺的了，所以它加速比较慢这样。啊，我又载的我又超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们一群人7个去，第一次只租到那个。他只愿意给我们租到那种，隔天才换成7人座就对了。但我们不可能落了2个人在那边呢、啊，所以有2个人是躲在后车厢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一个人是躲在后车厢的这样。但我一定要，我就没有吹到2秒，我就不舒服就对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没有速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从内，因为你要超车要在内车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踩着，后面就一直闪我这样。就后来我终于吹到200了。因为我比较慢嘛，时间拉比较长，好，我就退回来，我甘愿的嘛，这样。就那一台德国，当时在德国，他就在旁边
他就超车，然后推到我后面，超车又推到我后面，超车又推到我后面，他还教我，他还教我什么？不要占用内车道。你超完车，虽然没有速限，但是后面那台加速可能比你快，你会挡到别人。所以他们的法律是对所有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法律，人家自然就会遵守。你的法律如果符合公共利益，人自然就会遵守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德国或是瑞士很多国家为什么他们上车不买票？第一个，信贷原则是一种；第二个，这些人并不需要做这种事情，所以他们去就重罚。我去法国的时候坐地铁都1欧元，所以台湾的留学生因为真的很穷，所以他们身上都会准备好几张票，对，而且都是过期的票，对。当然就是要闪的时候你闪进去这样子，但德国是一个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，也比较松散这样子，对。但他们就是靠这样逃票，因为这样累积起来那小数目对这些人就很关键了。然后德国还有个好，法国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吗？你是非法移民。但你可以证明你非法移民3年了，我就让你取得居留证，你看有没有人性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的法律跟这个没有关系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所有的法律、所有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对有利于公共利益的，其实大家自然就会守法。那违法的绝对是少数，但我们红绿灯为什么我非要闯不可？你懂我意思吗？第一个我赶时间，这是一个原因；第一个明明两个路口居然没有同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道路你们中间到那边这么宽，这边变这么窄。那你说我红灯右转违法，妈你道路设计有问题，你怎么说我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明明是道路设计有问题，你执法人有问题，你设计了错误的法，然后你强制我去合法，然后我不合法的时候，你又借故来抓我说我不守法，但你从来不检讨你自己的法。所以台湾人不守法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从以前就是恶法到现在，守法叫笨蛋。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守法人家会觉得你是笨蛋，所以我们台湾会赞赏那种灵机应变的人，说吼，那个排人底下，啊，你那向过你也无代志，擦边球这样你也可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台湾人最欣赏这种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，当然我们觉得守法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一般人很难在台湾做到彻底守法，因为我们制度设计不良，我们的法律是外来的，由上而下的法律，怎么守法？对，刑法100条怎么守？戒严法怎么守？宪法怎么守？宪法都错乱了，怎么守？这是我的想法。搞什么三门的？我讲这个，就对台湾的想法，对。啊，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说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都市里面，在全球竞争，我觉得都市的机会、风险啊、成本是比较高的。到农村里面去，特别是有知识、有能力、有行动力的分子，知识分子要到乡下里面。对不起，房租又便宜，地又是你的，你不是你买的没有关系啊，那么大一定有人欢迎你们，懂我意思吗？对不对？然后那边的互助型还要比较宽阔，香港要逃没有地方啊，台湾要逃有地方啊，对，你在城市不适应了，那你就到那个龙潭啊，到那个那里去，你就可以很开阔啊，对，台湾有互助的，那台湾要去。以前的话，我觉得台湾要知识下乡去实边，然后未来才能够乡村包围城市这样，然后才能扭转台湾。所以台湾的机会是在乡村，城市在那种国际竞争下面跟角色扮演上，它是没有办法扭转台湾的。而且最好是在云嘉南，因为这边是最安全的。日本的核能都会爆炸，你相信台湾的核能不会有问题？对不起，我绝对不保证这样，我也绝对不相信这样。但你扭转不了它嘛？但你可以鼓励大家透过一个方向，我要想鼓励大家来炒作云嘉南的房地产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安全首都啊。你在这边自产，我作为地方政府或是地方民间团体，保障你当发生核灾的时候优先收容你们。对，然后我的物产是粮食自主率最高的是这里，对。我这样说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不要觉得不会发生，福岛就发生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屏东核三厂，对，80公里到高雄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还是不怕嘛，最好距离是200公里嘛，懂我意思吗？以福岛的标准来看嘛，180公里嘛。那这个核一、核二跟核四都在台北嘛，
对不对？所以桃竹苗以北都不能待了嘛，要不然就要3000公尺以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台中又没有物产，对不对？而且交通一定很混乱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很开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推动那个河岸安全住宅，对，以这个作为诉求，然后粮食安全保障，对不对？水质水源安全保障这样子，对，那用这个东西做诉求，然后发展我们自己的特色这样子。然后你如果在这边地方有资产有贡献，就有良民证这样子。证件发表。对对，我这本叫白皮书跟万言书啊。哦哦，这本叫白皮书万言书，因为每年1万字有没有？嗯，对，它是白色的封皮。对，然后这幅画的名字叫《忧郁的甘蔗园》，所以也叫忧郁的文件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面有新诗，有散文，有评论，有报道文学，有小说，然后有剧本。哇，我想一想，卖6万很合理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各位，感谢你，你利用，你还真好。